早安，各位。鲁迅有句名言：“浪费别人时间是谋财害命。”刘小姐有句名言：“吴当你好，这边请。”打算开门见山提出我的早餐，做几个简单的名词解释。Build Operate Transfer 又称之为 BOT， 非常标准，可以说是无可挑剔。只是不好意思，中文什么意思？共同开发合作，达成双赢的目标。到。较小年纪学会打官腔，讲话之前摒弃责任，不断压低企业利润。你讲这话有点过分，何时监督我们的责任？真正做事情的人要面对事情的本身，自以为是公开透明，逼大家去钻漏洞。我早就知道听不懂，和各位智商不尽相同，我用四个字来形容，我觉得不行。简单例子向大家说明，花了几分钟搞懂这件事情。买早餐够简单了，我们去买早餐。最关心的食材安不安全，不太可能去问赚多少钱。民间企业出钱，政府拿出公家资源；民间企业赚钱，政府接手继续赚钱，政府取得政绩，不伦不类的 BOT。没有 freestyle 吗？Amazing. Welcome, my friend. 我觉得其实可以。